我头一遍看到你的时阵哦，我就爱着你啊，是我爱着较惨死啦，安尼你有反应无？安尼嘛较惨。哦，我看你对我遮哦，我真侪想法呢，啊，无你甲我讲看卖，我这所在搁欠啥物件？遮哦，我是感觉这天有较暗淡薄啊，搁倒一趴电话安尼较光啊。够了过，你看那幅图，那幅图无好看，换一幅新的啦。呀呀呀，迄块倒啊，采一盆兰花，一定足水足有气质的。迄规间厝看起来，就感觉足温暖的。讲了袂歹，只是哦，你安尼讲连伊啊加这减那啊，讲几波无讲个重点的。嗯，什么重点？这间厝啊，上个重要就是欠一个女主人啊。嗯，啊，你平时去厝咪真好讲，用拆起？唔是啊，啊，你用甲我讲做啥？啊，无甲你讲，无我是要甲谁讲啊？搿本来啊。进前啊，还搁咧苦劝我，都爱放下，啊，结果即马家己搁住在这顶年的老厝。煞免，人替你生一个后生，遐尔啊壮哉着，啊，伊即马嘛是孤身一人啊，而且搁是恁未来厂的副总的呢。就算伊做到什么总裁啊，我赶快看到伊就倒单啦。无唔对啦，伊确实替我生一个捌代志的后生小雨。啊！不过迄无表示全部拢是伊的功劳呢。搁再讲啦，伊只火家宝啊，陈小雨拢无法度接受伊啊，搁更免讲是我啦。你慢慢安尼，啊，袂堪的人甲你过两句啊，你就安尼心光火多。会啊啦，莫直直安尼气噗噗，你唔惊表会紧哦？你会要紧，我是唔是表会紧哦？嗯，当然啦、啊！你若是白血筋，中风倒伫遐袂停袂动，我着爱逐天甲你打洗打尿，啊，甚至还佮你塞出去晒日头啊！佮兼下洗身躯。你即马讲这句话，就表示你愿意做我一间厝的女主人啊？无啊，我哪在讲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实在规半世人，就是因为咱实在哦，规半世人啊，咱棺材应该讲两一半入去啊。所以我不希望我搁安尼拖落去啊！唔是啦，我是感觉咱即摆安尼嘛真好啊。哪有好？我就是爱你搬入来，我就是爱你做这间厝女主人，做我陈忠诚的某。你是啊？我看兄啊，啊甲咪久因一家伙仔团圆。我想来真感慨，这四十多年来，我为了替阮老爸报仇，我放弃亲情、爱情，结果最后我要报仇的对象竟然报唔到啦！这真正是哦，这个世纪上大的笑话啊！妈的啦，唔是拢讲好啊？要甲过去的无欢喜有啊，拢放下。啊，你起码呢？我就是希望啊，我用个伫我有生之年来弥补我之前犯的错误。我即摆想要头一个弥补的人，就是你。大呀，阮爸就住伫个头前啦。啊！等一下，你伫在伫面头前逼我欣笑，逼较凶的哦，互我看起来足可怜的，安尼伊就软心，那安尼伊就会替我行事啊啦吼。哇！啊！安尼有够可怜无？那是无够哦！啊！没，有够啊，够啊！呀！
啊，咱这个会所啊，都只笨手手看啊，当看到笑呢。哎呦，卖多哩啰嗦啦！我就是要跟你看看安安安，未跟你放手，阿边你搁走去？妈妈，救我！紧救我！哎，啊！你家人啊，遐定伫迄路中，什么意思啊？有啥物纠纷啊？去路边桥，你无听人讲好狗不挡路哟、啊？哎，恁后生欠阮200万呢，伊上好是马上退还钱，若无吼，你明仔就看袂着伊啊！200万，陈龙俊，你看袂着伊真好啊！啊，只讲后生哦，有确实无啦，看袂着我点到清心。爸。你怎麼這麼無情啦？啊，竟然這樣見死不救啊！你不是說我是你這世人的客氣？客氣是什麼？就是你做什麼都跟你嫌，專門跟你做對頭的人啊！你敢騙我？你不是說你老爸要替你處理？我看他根本就沒要插你，連老母都常常站在旁邊啦！你是看不？你到现在还想要跟阮亲情绑票？我跟你讲哦，不管伊欠你偌济钱，我一角伊拢袂退还。看你是要甲拖在山顶种，还是要甲当作猪仔千斤轮流去卖，我拢无意见。爸，你对啦，伊身心健康，竟然甲人花一粒5000万，绝对有法还你200万的。爸，你心肝哪会这么凶啦？你不是一直拢照妖镜等家欠的？我若真正安怎，敢讲你拢袂后悔哦？我陈忠诚这世人后悔的事有够多条，无差你这条啦！爷，哎，爸，妈，爸，啊不，这个白贼人吼，一支嘴好溜溜啦，我带你行这条路，白了干啦！你要偷笑，你要找欠你钱的人，你对不过人，去甲动手是咱啊？安怎？我就是要动手啦！正好大号找死啊！你别个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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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个怕！我呢，真了尽心尽力保护因，一声一定替我行孝的。阿舅要紧嘞，我阿妈你嘛敢吧？我想要换阿心。又过来两个管营阿叔的啊，真正是食饱行用哦。我甲恁讲哦，除非你甲陈东俊迄200万哦，连五千。无，先把边个啦？我搁呛声啊你！啊，欠钱还钱啦，天公地道啦！好啦，200万尔，敢不需要甲人相干呢？哈哈哈！陈东俊啊，你真正是好狗命啦！呀！江总裁啦，多谢你啦，好佳哉有你，阿拉我都真正无命。我这個钱不是为你害的啦，是为你妈妈阿哥超强。你家己不是款啊，人因啊，搁要留一些名声给探听嘞。是啦是啦，好佳哉有阮妈，阿哥超强啊。阿强，多谢你。好啦好啦。我知影，你拢无想要看到我，我走就是了。
多谢你啦。你去当军行迄条钱，我来。你先拢卖讲，那是江钓人家的家婆，那天在给助行这条。我来讲哦，这条人情啊，我不可能认赌的哦。你别遐紧张啦，我知影恁搬厝，特别来这看恁呢。一条钱哦，就算讲是乔迁之喜的红包，回得了，又搁欠我一个红包啦。我什么时候搁欠你一个红包？拄只我看到迄个债主吼，对你动手的时阵，你甲内边安尼懒条条，搁用身体吼去替伊动。我想讲哦，你两个好代志应该是真紧啊。哎，孙家，我嘛是你的媒人呢。到时阵哦，你是一定要给我一个大红包的啦。总算啊，是讲一句人讲的话啊，无唔对。经过四十多年啊，阮两个要做伙啊，这边一定会鼓鼓荡荡的。啊不，等，笨手。哦。陈东俊绑定的情况来处理了。阿强，以后伊绑定的钱就要这卡。你是我的亲人呢，我哪有可能见死不救啊？即马看起来，阿妈还有恁爸那边应该无遐尼简单，就会当原谅你。啊，是讲哦。我来跟阮爸讲看卖，让伊伫咧公司内底，让你一个位置。阿强啊，你是讲真还是假啊？你要甲阿伯斗相共哦。不过，江总裁敢会有意见啦？伊才替我拿200万的利息呢，我阁欠人2000万呢。伊即马看到我，都袂输看到一个偌济的财产啊，一个补袂完的资金呢。老实讲，我是无想肉啦。啊，不过你即马除了相信我，跟我爸路通行。是啊，是啦、啊。我即马确实是存你这个好孙啊，通我看啦。只是我咧烦恼讲，你敢有法度守好恁爸的头？我刚安尼讲，你就要替我烦恼啊。我有我的方式去说服阮爸。客气啦，一定是你伫天顶有咧照顾顾着无？你看你生一个这么重情重义的后生啊！哥答应你啦，将来哥若是发财啊，我绝对好好照顾阿强的，请你放心哈。阿强，只要你会当帮助阿伯渡过这个难关，将来阿伯一定会挺你挺到底，哈。我卖好失望啊！阿强，你放心，只要阿伯抓到翻身的机会，我绝对会把我家己 MP 还有 HP 补甲满满满，绝对袂让你落过哈！陈东俊，你嘛想过天真啊？我只是要抓你来做我的替身，等江道成要替我做容器的时候。你要叫是讲我是真心对你好，是较歹。想袂到我陈东俊还阁有机会会当重生，只要我会当个感觉抓好条，都有机会会当重新站起来。